嘉庆君。斗南古早是大里布，好买旧时是五间厝。人讲玉井是大百年，也有风就是伊阿达母哦。民间有名是南麻庄，竹长古早是路竹长，田中土名是田中，家里旧时是小人庄。啤酒妈祖上盖新，坤心五王上盖灵，白沙仙公是最文明。感觉真清净啊！那又搁减两个啊？减两个，嘿，迄两个吼，我甲讲一个秘密了，怎啊不见？所以咱上好趁因两个无伫的时阵，咱紧来走。你无感觉加足清净的？哦，对，阮老母真正吼，足差的，足差的。哎，你讲的不是我讲的哦。喷掉，喷掉，喷掉，哦，喷掉，哦，耶！啊，内裤脱掉，哟。母啊，你安尼，阮男女行做伙哦，人当作你起痟咧。我是脱掉，不是起痟，好不好？啊，我就是起重。啊，你是搁买啥物创货？买啥物？我，不是我买，我母啊买的哦。咱阿囝甲我讲，讲要来见一个大人物，所以我就爱盛装打扮。见一个大人物。是啊。啊！伊真重要的人，伊当当是太子呢，所以咯，见大人物就去买物件送伊，伊是要讲啥？要讲巴结咯。所以这就是机关藏伫个仓库，其中必有缘故。我即马要去拜访的人，就是当今的总兵大人。哦，这个总兵大人是非同小可，伊是武状元出身，但是伊替大清朝立下不少汗马功劳，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处，所以我的父王非常的重用伊，将伊高升起来做总兵。哇！这种人战功这么这呢辉煌，一定是淡薄啊有年纪。对对对，嗯。啊，如果那是可以，嗯，我穿给他看。他或许会尬意，他会跟我那个嘻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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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嘻哇！笑了，安尼查你查五十岁。感谢官，高家的情，爹的话。原来阮大哥本来无遮戆，伊就是看你安尼出武器啊，唔知通要闪。哎，你奈无爱闪哈？我大家拢跳过你家在遐个呀。我是讲伊，我是讲伊的体格哪有可能牵着我的头壳？娘啊，母啊，拜托的啦，参详的啦。啊，你来见总兵大人，咱无安尼无大无大无细。原来要来台湾的总兵大人，生做怎呢啊？够缘投的呢。哦，这个就是总兵大人咯。哎，听讲伊还袂嫁娶呢。请问，这个画像是咧画总兵大人，是恁咧画卖图吼？啊，不是不是不是，阮是来欣赏的，阮唔是咧卖图的哦，不是不是。敢有人要卖图？哎呦！你好，你好，大家好。这你画的哦？嘿啊，
啊，这巴肚我有诶啦，大家好，我叫做陈子璇。哦，陈姑娘，经过我的了解，你画总兵大人一点啊都无像啊。公主，你唔知影，有人哦外表甲身官来是无同款诶，所以哦，我就画这巴肚，好大家知影事实真相到底是啥。这巴肚你要卖偌济？卖偌济？你要卖哦？我们卖，你们卖哦？对啊，拍死啦！纠正，你们要买哦？是的，对啊。那耍钱卖萌卖萌，你卖不起，卖不起。讲话你要客气一点，什么我卖不起？我先你讲。好，啊，这介绍是。好。像啊，对，十两，打细粒的就好。稍等嘞，不是十两，是十万两。这张十万两，嘿，这张卖就是会加食五年面。我会啊，卖迄个无行无市的乌白开价哈。即嘛是安那，咱拢无迄啰公定计社会啊，吼！我跟你讲，好，无要紧，无要紧。我是安那，我陈子璇呢，我卖，我讲十万你就是十万了啦，无要紧啦，咱无缘啦，你走。你意思讲无缘，阮无买嘛无要紧？唔是啦，唔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讲无缘，拜托你叫阮走，莫妨碍我做生意。恁祖妈无要走。啊你放心啦，你来拢袂用想啦。伊啊，你做咩回事呢？恁祖妈今仔要甲订大车，我就是要甲看，一天录三集，啊，搁真久的时间，我们慢慢的等吧。我看有哪一个家伙，十万你有买几把刀？如果伊来真正有买话，恁祖妈头壳。阿娘，你唔好阁继续讲落去。嗯，你即摆安尼是叫你猛酒抓啦？为什么？猛酒抓，因为我爸爸。来啦！总兵大人，什么代志？太祖驾到！太祖驾到！你怎么还紧讲啊？紧开中门迎接！唔知太祖殿下驾到，有失欢迎，请太祖殿下下罪。不低价不醉，总兵大人，请起。谢太祖殿下，太祖殿下，唔知有何差遣啊？因为你今仔日是你总兵大人上任的好日子，所以本太祖打扮白身游台湾，专工来给你庆贺啊。哦，谢太祖，我阁有一份薄礼，想要赏赐予你。太祖殿下，千万不可。敢是太祖殿下要试探我？试探你？是。哦，你是讲你做官清廉、守法分明，绝对无收礼就对啦。这是当然啦。这份礼物是我专工去挑选的，假使你若无收，你就是切着本太祖的意思啊。是。啊，既然安尼，我著恭敬不如上命，谢太祖殿下。唔免多谢，来呀，进度来。礼物呈上来。将刀打开，这把刀是我画的啦。这把刀是你画，那你画这个人，你敢有熟悉？这个人应该大家拢熟悉，啊，不过我甲这个人的关系，我无希望伤侪人知影。我敢袂当进一步说话。来，刀甲伊收起来。是。大人，我跟你讲，啊，这个人其实就是，掠解，中党掠解，要气死！完蛋！
大大公道，今日都别害刁顶命挂。我这我抓到，我抓到。又抓到的，安尼你唔是啊？对手你危险啦！你别抓。没，我熟点。都已经唱起来，咱点点坐咧看好戏。哎，我熟条诶，真正好大胆，想做要杀我？我要报仇啊！总兵大人，你是有交易开啊减钱哦，人民，无人哪要来报仇？真正无你误会，我甲这个人我根本就无熟识啊！你把我放开啦！我要报仇，你竟然什么咩放笑的放，我无放，我打放了尔。你到底要放不啦？无爱放。你确定？对。安尼好。段、啊啊。我跟我踢掉。段神啊！你阿母啊，伊未晓踢掉啦。伊有甲你踢掉吗？是嘞。啊，我迄个豆糕诶。够要死的，你啊！你不准办，不要我生囝。总兵大人，到底你有熟悉这个查某囡仔无？为什么伊要行刺你？这我嘛唔知啊，我该回心回过，我更加无熟悉伊啊。你无熟悉伊，安尼你应该熟悉我哈。仲英，原来你阁会记得我。我当然会记啊！这二十几年来你，你到底走倒位去？我逐工拢在找你，我找甲足辛苦呀。好，阿你紧把我查囝搬开。你讲伊是你的查某囝？无唔对。阿做主教练，查某囝踢掉。踢掉。搞错了。你是找人家创啥？啊？我太太在报仇啊！我已经跟你讲过，你根本就不是对手，你哪只冲动哈？要报仇？我来，叫他妈来！你来，你拢无看到哟？今仔日是谁来？太子殿下坐伫遮啦！请太子下罪。请太子下罪。总兵大人，是。到底你跟母仔有甚么恩怨？赶紧说来。其实，仲英也是我的牵手啊！点起，想袂到，你到即摆阁想要讲白菜？好啊，安尼我当证人的面头前，跳破你的真面目。迄幅图，内底迄人，你还阁会认得无？我当然会认得，伊就是咱大师兄阿基。咱三人自细汉都伫桃花门内底学艺，咱的感情。比亲兄妹还更好啊！真好，那你就要问你，你到底是对咱大孙兄做出什么代志？我无对伊做出什么代志啊！你哭一马敢唔成？你好，阿丽，我来替你讲。禀告太子，第二十年前，伊正跟阮的大孙兄。这位去京城考武试，我的大孙兄得第一名，伊得第二名。啊，不过煞伫个过江，我的大孙兄得过身啊，所以就顺这个势去跳这个课，做武举人。后来，伊阁一路顺利做个武状元，伊为着要功成名就，害死我的大孙兄。不是不是，仲英，绝对不是你所讲的安尼，绝对不是。你到即摆阁要讲白惨？伊是一个不择手段的人，为什么你要嫁伊？因为我跟我大孙兄早着已经注定终生。啊，不过大孙兄过身了，我着就抓一定要甲伊杀死。所以，我着嫁伊，甲伊拜堂成婚，想要伫个洞房花烛夜时阵甲伊杀死。可想袂到，讲伊功夫遐尼厉害，对、哦，你放弃元首对无？这是女人的悲哀，往往会为着查甫人的功夫厉害，你袂记，你袂做，啊啊！你要创啥？我袂讲完呢，啊，安怎？母啊，拉唔对呀！安怎拉唔对？人个是功夫，武功甲功夫少对。
想要靠伊的武功这么厉害。嗯。你看伊，伊怎啊？怎么这含这左人就想地下去啊？你安尼，安尼是变哪样了？我根本就无野话。所以，所以，迄武功甲功夫，你拢甲那老做伙，你安尼案件是变哪办？武功跟那一种功夫不一样，那是你内行的。对啦，这该开车要做伙。你两个要啉茶无？没有。我无法度甲伊抬死，所以我只好温习卖命。含个我想无法度接受的，就是竟然为着家己的功名，竟然害死我的大叔兄。你真正误会，终于你误会，我真正是你在说我。啊，你。你怕人来接听？哦，这个我看落啊，安那落就甲总兵大人查某的爸落来讲，哪会这摆接听？医生，是，你有证据无？会用证明你是清白的无？对啊，讲你无害死人。禀告太师，有，我有证据。今天张飞，我可能身躯边已经二十年啊。哈？这张飞是什么人？大师兄的死，这张飞跟我是无关的。这张飞是什么人给你的？就是我的大师兄阿基，伊要死之前亲手写给我。安尼啊？请太子过目。你应该唔捌字啦吼。启禀公主，写这张飞的人讲，伊练功过度，体中五脏六腑拢害去。什么叫练功？我捌练练武。练武功过度，哦，体内五脏六腑拢。啊，我乃变练功，你是当作伊骑这张飞去扩康买物件呢？练功，我尽情讲啦，你不要讲啊，不要讲啊，莫讲啊，你，害你滚啦！这，啊，大好你得啊！我太子呢，逐项拢我咧做哈。啊，真，啊，无这这字我唔捌咧。这张批就是讲，因为这个阿基练功过度。所以骨疾复发，希望讲医正师弟会用好好啊照顾，照顾仲英，伊得甲仲英交代予医正。是啦，其实阿奇是毒发身亡啊！我唔相信，我唔相信。你即马相信我，我真正无害死阿奇师爷。啊！那安尼讲起来，伊交代我爱好好照顾，是我一直拢遵照伊所讲的，想要好好照顾你。想袂到二十多年前，当我发出个假讲，你的人都无去，我一直伫找你，你知影无？你有听到无？原来伊就是要好好甲你照顾。好，你拢起来讲，来，拢起来，拢起来。原来是一场的误会，总兵大人，你紧起来。良心，夏太子做大人的人，为这尼啊真久，足委屈的。七百度会当解开所有的谜团。你看伊的面色翻乌，伊是中毒啊！中毒！啊！贾太祖下罪，下什么罪？我为着要报仇，所以我早就有准备要甲伊同归于尽。所以我来的时阵，那个刀，握伫我的手的。所以你今麦已经无救，我两老已经中毒啊！注意，所以你是有义务的。阿娘，哪里有解药无？志炫，进进进，给个一个解药，给去给伊，
阿娘的刀已经就刺嘛，已经无救啊！你听话，今个这解药，你救你阿爹，阿娘，袂个，阿我爹不是已死啊？喂，瞧瞧，无唔对，这选的是我家里的亲戚查囝。子萱是我的亲生查某囝。阿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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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终于。较紧嘞啦！恁老母交代你迄药啊，迄一粒尔啦，摕予恁老爸食啦。啊，无等下两个拢翘伊。来来来，嘴鬼鬼，带你进来啦！乖乖，嘴巴张开，赶快来！乖乖，把嘴巴张开，来，开开开开，吞来。因为一场误会，致使家破人亡，造成无多弥补的伤痕啊！对啊，可怜。世间上悲哀就是安尼生，所以做人都爱把握当下。但是总兵，伊是一个有为的青年，国家的栋梁，应该是还佫有法度弥补。你来安尼甲我看。早前的人毋捌跪着，跪着真艰苦吼。啊，伊即摆老母死啊，啊，老爸甲忍一下，忍一下，好佳哉，迄条解药有食落，无两个总是你变无老爸老母。啊叫啊叫，阿爹。哦，子萱。啊拄只，拄只你台顶老爸，我甲你揽对唔对？对对对。你有要报答我无？真真。哇，安尼好无？一对母仔囝，老母叫老爸弥补，啊后生叫查某囝弥补。我唔知佫适合甲恁去游台湾。啊，你来讲安尼啦，人弥补拢是好代志。你有法度甲弥补？你有看人卖无？我对声音，惊袂成交就向拍上。住遐好，咱八点啊，搁会当着了。好了好了，阿娘，你总是有适当的机会，当找到你的意中人，你就放人一马。总兵大人。你要好好收埋这个错害、错害尸体，好好照顾你的仔仔，因为百姓出力为朝廷立功啊，是地当了，什么是土地的地当了，无这哪会错害错害啊？我下台子，真好真好。大哥啊，哎，这个代志不是咱应该爱管的，伊若爱错了，继续错，咱准备来去游台湾呐。哎呦！